每一世的功夫高手体内呢，都住着龙魂。当龙魂觉醒了，他就会称霸武林。称霸武林。你偷拍我，你是一个懦弱的人。错啊！你打死我是因为你不够相信你自己。需用手思考。而不是头。时候到了，你就会知道了。我是一个有灵魂的人。弄你妈！没有资格传统啊！我不需要听你。你要相信你自己。你的灵魂究竟有什么？你是谁？是龙。